1902年的一个夜晚，在日照丁家官庄，一个即将离家求学的年轻人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想到父亲的厚望，想到先祖们曾在科场上给家族带来的巨大荣耀，这个名叫丁维汾的小伙子倍感压力。而在此时，远离日照的帝都北京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满目疮痍，祸患不断。残酷的现实让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痛感落后就要挨打的耻辱，求变图强之风也悄然吹进日照这个海边小城。丁维汾的父亲在自家开办的私塾门外贴出这样一副对联：欧风美雨留家客，古史今书客幼孙。来自大洋彼岸的涛声正从窗外阵阵传来。1904年，一艘开往日本的游轮缓缓驶出青岛港。当时中国学子赴日留学之风盛行，丁维汾也在结束了保定师范学堂的学业之后，考取官费资格，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在日本，丁维汾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文明和进步，并且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鼓吹排满革命的同学。1905年7月，一个叫孙文的人来到留日学生中间，他的激情、他的主张和他的热诚都让丁维汾深深折服。几天以后，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文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众人遥指血书，发誓入盟。许多年以后，这历史性的一幕被录入台湾国父纪念馆的一幅油画中，取名为《追随永恒》。丁先生看到了满清的腐朽和没落，认为是不可要救，坚决不能走这个这个改良主义，这个康梁的这种改良路线，所以就舍下一条心，就是跟孙先生。谈到辛亥革命，人们总是想到慷慨赴死、流血牺牲的勇士，但是早有革命先贤认识到，革命若燃心煮饭，欲使餐饭熟，故需柴薪牺牲，更要斧增耐烤。因此看来，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革命领袖黄兴曾对孙中山说：“我们故需冲锋陷阵的勇士，更要刚毅坚忍之辈，不负所托，撑起大局。”他多次写信向孙中山推荐丁维汾，认为他是一个可堪大任的人。他从1905年到1910年前后五年之间发展了30名留日学生为同盟会会员。1906年的时候，曾经为了宣传革命，办了一份杂志叫做《城中杂志》，就是借着海外这种有这种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把这个杂志办出来之后，然后把它带回国内。丁维汾在日本创办《城中杂志》，鼓吹革命。随后又担纲同盟会的山东主盟人，在他的策动下，山东宣布独立，烟台军政府成立，并与南方义军一道形成对清军的两面夹击之势。他在山东陶满檄文中吹响战斗的号角：“愿我东人凌厉无前，整戈积极，回复山河。”多年以后，丁维汾在他主编的《山东革命党史稿》中，为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数百位山东籍烈士立传请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丁维汾的子侄、族亲、同乡、好友、学生和朋友。牺牲时，他们的年龄大多没有超过30岁。当我看到，读到《山东革命党史稿》那一篇一篇烈士的那个传记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是觉得
觉得一方面觉得很惨，就是说这么多的人怎么讲抛妻别子，这个放下一切就为了一个革命的理想。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又真的一句话就说非常的感激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牺牲，哪里有我们今天。1913年，丁维芬刚刚当选为国会议员，借居北京。当时宋教仁遇害，孙中山避居日本，袁世凯以卖国条件筹措善后大借款以镇压革命，丁维芬坚决反对。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丁维芬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老友的拜访，不料老友竟是来做袁大总统的说客的。他劝丁维芬不要太逆，保全身家为重。丁维芬却回答，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坚守，老袁要取我的人头就取好了。几乎就在此时，丁维芬的外甥胡子明正在叶默的掩护下从烟台出发，穿越渤海海峡前往大连，递送孙中山的密信。他正在密谋策划一场反袁起义。村里的老人说，薄子明是丁维芬大姐的孩子，从小就经常到丁家官庄外祖父家住，和舅舅丁维芬感情很深。1914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议员丁维芬决定离京返乡，重新当回农民。这幅丁鼎丞泛牛图描绘的就是丁维芬返乡后的生活，他每日和侄儿耕地施肥、割草喂牛，一副归隐田园、乐在其中的样子。其实对自小出身农家的丁维芬来说，勤耕与读本就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本分。丁维芬生性恬淡，对功名利禄、身世沉浮从不挂怀。1915年末，护国战争打响，薄子明被孙中山任命为代南司令，他率部奇袭敌后，立下汗马功劳。其实薄子明的全部起义计划，丁维芬都有参与。他勉励义军，昨为逆军，今为义师，千载一时，勿失良机。令人痛惜的是，薄子明后来被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后来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我小学是在台湾省政府的中心一校读的。有一天我爸爸跟我哥哥到学校来，看到墙壁上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这是你爷爷的你的应该说是姑奶奶的儿子。然后我仔细一看他的这个生平，这个事迹，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所以以后呢，我经常就指着这个薄子明将军的相片说，这是我的表伯。如今薄子明将军的儿子，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薄建平老人告诉我们，当年他父亲牺牲之后，是舅爷爷丁维芬负担起他与母亲的生活。他曾在济南丁维芬的寓所住过很长一段时间。1915年6月，议员丁维芬回到北京，袁世凯病死以后，国会得以恢复。军阀曹锟为当大总统大搞贿选，丁维芬不愿同流合污，发布了掷地有声的离京宣言：大敦误国，贤者必地，会场铜臭熏天，议员人格破产，
寡廉鲜耻，害等洪水，原籍护法同仁相率离京，倘会选偶成，仗义声讨，绝不后人。随后和一些政治的议员再次愤然离京。离开北京之后，丁维芬追随孙中山先生来到了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和《北方周刊》，鼓吹思想革新，同时受命主持北方党务。孙先生对他说：“鼎丞，革命是动的，我们要努力联络，唤起民众，埋下深果根基。”在此之后，中山先生两次南下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丁维芬均响应追随，义无反顾。1922年6月，丁维芬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中国国民党支部部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治党生涯。丁维芬的外孙黄二桃，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一次偶遇，让他第一次见识到了外祖父的影响力。80年代后期，我在洛杉矶的一个山东中餐馆呢吃饭，我就听着同桌的两个老头在议论，这个老板呢是从台湾来的山东人开的山东馆子。我就插一句说，我也是山东人。他说你山东什么地方人？我说日照。他问我姓什么？我告诉说姓丁。这个老头就非常注意我，他说你能够把你祖父的名字写下来？我就给他写了丁维芬三个大字儿。不想呢，这对面这70-80岁的台湾来的两位突然肃然起立，就对着我当时只有40岁的人突然。1923年，孙中山委派丁维芬担任辅助总理的重任，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党章草拟工作。在其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丁维芬积极赞同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受命筹备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一道开展国共合作，共同领导北方党务。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的一处小院里，当年曾秘密设有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地下机关。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把国民党列为非法，丁维芬和李大钊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工作，他们默契配合，成绩斐然。在当时极其艰苦并极其危险的条件下，他们乔装改扮，穿大街，走小巷，组织活动，上关外，下中原，发展党员。北京要抓他的时候，串通了全国的这个军阀，到处追捕。实际上他根本就住在北京，而为什么在北京找不到他？因为他这个土包子一个，穿了一个蓝布大褂，往上一拉，扎在腰上，就像拉黄包车的，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他。就没有想到是这个主持这个国民党这个北方党政的这个头头呢，是这么一个土包子啊。他其实呢，这就是他的本分，他本来就是，他并不是化妆的，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在这一时期，丁维芬和李大钊还发动了好青年进黄埔运动，促使一大批北方优秀青年南下投身黄埔军校。20世纪初，有一大批日照子弟追随湘贤丁维芬的足迹，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当时丁维芬在济南的寓所成为他们联络和聚会之所。他们中有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殷君阳，还有中共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的成员，他们大都后来成长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丁维芬的子弟们，丁维芬的外甥们，他的学生，他的亲眼观的这些，对日照、山东乃至中国历史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这是上海同济大学校园内的烈士纪念园，这位名叫尹景一的烈士
牺牲时年仅20岁。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了。尹景一，山东日照涛落镇张家鳌头村人，早年由丁维汾侄子丁君阳介绍加入共青团，常以宁为国家而死，不为牺牲而生自勉。1925年5月，日本沙场职工顾正红被杀害，尹景一带领同济大学的同学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当巡捕房枪声响起时，尹景一用身体挡住了射向同学的子弹，壮烈牺牲。还是这一年，丁维汾连续失去了两个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首先在3月，他视之如父兄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辞世。丁维汾身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主任，承担了繁重庞杂的治丧工作。紧接着，为他留下一子一女的侧室夫人郑全芳在济南病逝。时值大军北伐，丁维汾留守广州，郑全芳生怕丈夫分心，写信告知病已痊愈。事后丁维汾才知噩耗。丁维汾在碑记中记述了他在那一年的悲痛心情：天地无情，有死有生；天地有情，无死无生。烽烟遍地，南北各天，生离死别于今6年。有言在耳，控于心弦，黄泉路渺，祝汝安眠。这是日照实验高级中学的同学，正在学习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老师告诉他们，其实当年组织刘和珍等学生在现场抗议的正是丁维汾。这就是当年318惨案的发生地，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门前。1926年3月18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丁维汾和李大钊等人组织群众向政府请愿，不料竟遭遇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枪声响起，大游行瞬间变为大惨案。在开枪前一瞬间，一位山东籍的警察出于乡情，将丁维汾一把拉倒，使他幸免于难。今天位于台北市的国立政治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学科闻名亚洲的学府。在校区改造之前，它的主教学楼取名为鼎城楼，而鼎城正是首先倡议建校并曾担任第一届教务长的丁维汾的字。在1928年前后，丁维汾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和训练部长。而就在1928年，在西伯利亚雪原上奔行的一趟列车上，丁维汾的侄子丁君阳正带领山东代表团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4·12事件之后的白色恐怖中，丁君阳却选择了和叔叔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在莫斯科，丁君阳和周恩来、邓小平等142位代表就下一阶段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丁维汾和丁君阳的父亲丁维松感情非常深厚。当年为供丁维汾读书，丁维松放弃了学业去经商贴补家用，乃至操劳过度早早离世。后来丁维汾就把侄儿丁君阳一直带在身边抚养长大。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丁君阳随叔叔丁维汾到上海开会，
结识了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侄子的政治选择，丁维汾并没有干预。出席中共六大回国之后，丁云阳奉命前往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1930年的一个夜晚，上海石门一路的丁维汾府邸的门铃突然响起，开门一看，竟是一个女人哭求救命。仔细盘问，丁维汾才知道，这是自己未见面的侄媳，丁俊阳的妻子于培珍。原来，丁俊阳在东北的飞行集会中和众人被张学良部队抓捕，马上就要被处死，组织上让于培珍向丁维汾求援。此时的丁维汾心中毫无政见之分，只见骨肉情深。从不与人交通的他低下头来向张学良、何应钦、谭延闿等求情，恳请刀下留人。东北军逮捕了丁俊阳之后，在这个一些其他线索里边发现他是丁维汾的儿子侄子，就到南京给丁维汾说，我们在沈阳逮捕了谁谁谁啊，这个事怎么处理。丁维汾说了句很委婉的话，说他是我的侄子，按道理来讲我应该死在他的前面。在当时国共双方尖锐对抗的情形下，即使是丁维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出面斡旋，也是费尽了无数的周折。经过艰苦的努力，一年以后，丁俊阳和抗日英雄赵尚志等20多人一并获救出狱。1932年，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丁俊阳改名丁基石，赴德国留学。他在人生的巅峰时局急流勇退，他在繁忙的政务之外埋首书斋，他木讷寡言却留下百万著述，他不善交际却极尽深厚哀荣。明天同一时间敬请收看人文纪录片《丁维汾》。